林生，你用 Xperia XZ2 睇片打机又信唔信啊？ Sony Xperia XZ2 采用咗最新嘅 Qualcomm Snapdragon 845同埋 6GB RAM， 梗系顺到不得了啦！嗱，今次咧佢就加入咗全新嘅动态震动系统，睇片打机嘅时候嘞，佢会根据你嘅音量同埋节奏震动啊！玩电话都可以充满动感。嗱，唔好唔记得 Xperia XZ2 用咗 5.7 寸 mon， 强劲嘅前置立体声喇叭噶，简直咧就系为煲剧同埋打机而设噶。咁你又影咩影到咁入神啊？呢一部 Sony 嘅 Xperia XZ2 可以用佢嘅 3D 扫描功能，只要用镜头扫描，最快15秒咋，就可以出到高解像度嘅 3D 影像噶啦。除咗公仔之外呢？XZ2 其实提供了四种扫描模式，令人脸整到似模似样。整完之后了，还可以贴落不同的公仔度。讲到镜头了， Xperia XZ2 还是世界首创的 4K HDR 影片摄录手机，细致度和颜色都更加高质素的。那这只又是什么来的？这只 Dockey Watch S 也是新出的，它专门就是设计给小朋友用的，除了可以倾电话send message 俾小朋友之外，最紧要咧就系可以随时随地追踪小朋友嘅位置，万一有危险咯，小朋友仲可以揿求助嘅 SOS 功能，你咧就可以即时知道佢嘅动态啦。就算小朋友自己出街，家长都唔使咁担心，仲可以训练埋佢嘅独立自主能力添，仲即时上 CSL 买翻只。